片场你唯一的笑容就是吃饭没了。哎呀，糟糕了，好像是外卖到了。他俩今天吃饭是吧？好吧，红糖啊、哦，玉米，玉米，贵吧？走，动起来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多消耗一点，晚上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啊？多吃一点。每顿饭一盒干切牛肉，一根黄瓜，几个鸡蛋。啊？我就吃的就是那营养又够，蛋白质一盒干切牛肉2两，就差不多够了。再来几个鸡蛋。我觉得你这个年龄啊，不要再一直减肥，该吃就吃。来个人，来个人，拉一下六份。我在南京吃一个还是吃一个？哇！当地的鸭血粉面了，吃了之后还是红线的好吃。因为前天他们叫我去吃嘛，吃东西我就晚上吃了烧烤，可以到古岛说，范范把你那个右边嘴里的东西吐出来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让没有吃东西，现在还在吃啊。张嘴他才出来的对吧？那我就这样，我就张。我说怎么都看不到的表情呢？通常剧里面的那些男孩子抱不起来女孩子，不是很多花絮吗？哦，对，那天那个床。抱完分开哈，这个。那么你还有一次机会。Round three.
1、2、3，啊！你们怎么了？吃重的了。你们俩试一下。终极 PK。放心的爹长了，后面有个叔叔啊。你估计那个叔叔他自己跑开了。我太难了。他根本接不住，让你跑开。前车之鉴，前车之鉴。叔叔啊，没事，他去哪儿我接你啊，没事。昌毅，你疯了？推他就行了，我没有跳，就是想去推他的感觉，身体没有细到这儿，你细到这儿，昌明，不然我干嘛给他交通，请他在未来院给他吸去吧。导演说给他吸，我想起叮叮叮，我拉开的时候你要注意我吗？我一在后来松的时候你要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们不做。一二三，走。好。啊！左右，对，左右加空话。我离近点。情书。老师，您下来。你确定没喝吗？你确定没喝吗？反正你的表情要很轻松就 OK 的哈，只要不推到那里，只要不推到那里。嗯。好。带他走。是。
喊父王了。